陈鹏鹏，喜欢鹏鹏的点一下下方的关注哦，下次宝宝送给大家。匆匆的走在街上，有一些莫名的慌张，全民都齐心改装，像外星人的模样，街边的座座楼房披上了灰色的衣裳，前程都能雾茫茫，我迷失了方向，孩子们站在路旁，眼神里写满了老大爷在电视上委屈的像孩子一样。